是一个标准的24孝爸爸，一天到晚为了4个孩子而烦恼。既然是要结婚的对象，为什么没告诉我们？但当他遇上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，家人又会有什么反应？他是爱情骗子，他跟爸是什么关系？爸要我不要说出去啊。哎，韩国高人气连续剧《一起生活吧》，5月8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7点 ，U 频道；从5月4号起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一起生活吧》。